好招架必杀，可以等的就是你啊。今天的精髓局啊，精髓局啊，披萨再见啊，披萨慢走，披萨你好，披萨再见。不喝小，披萨你好啊，披萨再见。好，再来再来啊，怎么会有人猜披萨赢呢？这个是兄弟头被夹了吗？这是。好，小亮亮啊，小亮亮，亮亮今天很屌的，一把没赢啊。我这怎么赵子龙现在怎么这么猛的，这技术啊我都跟不上节奏了都。是是是，就在我的直播间基本上才能看到九五了，不要说高手啊，能看到九五就已经不错了。好，跳 CD 连续取消啊，起飞。古美尼啊，古美尼来了。哦哟，亮亮，亮亮开始亮出真绝活了，开始亮出真家伙了，绝活来了，绝活，亮亮的绝活啊，无缝压制，今天可以的。古美尼，古美纳塞啊，古美纳塞啊，新手打了，其他还有直播九五的吗？完了兄弟，呜、哦、这穿透啊，不喝小，不喝小，这过顶啊，这穿透简直不能再帅。起身躲 CD 啊，起跳捏头，咳咳，购买力，什么鬼，起身啊，这个逆向不好防的 啊，确实不好防啊。好、啊，看到其他九五的，我去出差去了啊，出差去了。啊，前前起飞，不要蹬，倒地。哇、哦，这个虚晃，史诗级虚晃。啊 ，CD 想卡一个正身位啊，重叠身位，没有那么容易啊。啊，这把卡中了啊，这把卡中。小亮亮要吃瘪了兄弟啊，捏了捏了，哇，赵子龙这功力长得太厉害了，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，头都刮青了都。啊，看不懂咋回事，哎呀，这个不容易的。好，看一下第二局，这个神龙，这个神龙好转身啊，好转身。好，又是一绝，躲闪过去起飞。本人啊，本人他成长的蛮厉害的，比我强啊，比我强。你看这驾照，指令干预反击，跳壁宅再接皮下。哦呦，老师叔来了，老师叔晚上好啊，老师叔晚上好。跳壁逆向宅取消必杀啊，不是取消啊，刚才那个宅连必杀啊，有点厉害的。这把又吹三年了，一二三，哇，这节奏，这节奏，这还怎么打？不喝小，哇，动都动不了。好，谢谢小熊啊，谢谢谢谢靓仔，靓仔，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猛的克拉克了，跟我不是一种风格啊，我是打力回的，他是打强压的。不要动，好捏，一，好重合身位，对方打不中，对方反身跳，反身跳可以破逆向啊。好的，对方也来一个叫做困兽之斗啊，其困有也。对，全部是压身位啊，动也动不了的，根本不能动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
哇、哦，今天两批真的是有如神助啊，兄弟，这很不可小啊，不太像你啊。啊，黄鳝来了，黄鳝啊，今天是高手云集啊，质量局，对，今天质量局，好歹也是周末啊，周末。走。不给力啊，我们造纸农啊现在越来越厉害了。好，看一下黄鳝能不能霸防啊。走，逆向跳低，左闪攻击后手，好，向前抓没有成功，再起飞。对，黄鳝很强的，我反身跳一二三，哎，不很小，啊，走走走走走，一二三，今天我们两批势在必得，看一下黄鳝今天啊，黄鳝今天能不能创造奇迹啊，能不能霸防啊，就看他了。好，跳 CD 选起来，一绝整身位，一绝起飞，赵子龙今天这么强，这也太猛了吧！赵子龙今天要翻身了吗？这是长山兄弟，你要翻身了吗？这是一绝，再一绝，哇、哦，这是动不了啊！这是，五彩丢丢 V 三了都，哎呀，新哥啊，新哥来排队。新歌上来排队，今天大神云集啊，这还怎么玩，这还怎么玩啊，不开播无所谓的，无所谓的，能不能来啊，上来玩啊，今天人多的啊，人多的，哇，两批突然变这么猛，有点让我无所，叫做什么，无所适从了。哇，什么喂？这是新的王者吗？这是，这是新王者吗？这是，黄鳝也好招啊，黄鳝也没有打出风采，被黏住了。绝下盘躲，好招啊，黄鳝突然来了感觉，就是对你有感觉。对的，克拉克今天打的有点强的，比我想象中要猛啊。好，来一个忍者，忍者的话两批哦，一批并不太怕忍者，尤其是火舞啊，火舞的话比较克忍者。好，反身跳，两丝血，两丝血要再见了，兄弟。啊，黄鳝没有扇起来，太难了啊！要过黄鳝这一关，今天有点难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好，一波啊，刚才黄鳝被打懵了都，一波再来啊，比较难了，对方没有驾照，漂亮，对，九五九五啊，拳皇九五，高手局，大神局啊。好，打一探头，好了，现在黄鳝回过神来就不好对付了，敲个硬直再上泽啊，敲个硬直再上泽，哇、哦，这还怎么玩啊，今天完了，黄鳝要霸防了，黄鳝要霸防，兄弟追梦成功啊，这一把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愧是你啊，不愧是你。
可以的啊，可以的，今天黄鳝不错啊，火气局来了。啊，他的金加盘才是噩梦的开始。这个金加盘真的很噩梦。一二，好，打一个安全招，安全跳，卡住位置，对方想跳，没有成功，好，一绝。噩梦也被粉碎了，变地狱了。贝尼马鲁，好，看一下贝尼马鲁。红丸啊，就看他了啊，上泽防得不错啊。一绝跳低，整身外打乱洞啊，非常的呵小。Perfect。走，不要动。五、哦。哦，刚才的斩影拳很精髓啊。好，反身跳。跳 B。啊，卡住位置。然后封他起跳的身威，透过下盘，独龙钻，啊，一个下招，玩的人少，是没什么人玩啊，玩不懂啊，关键是，九五是一个很难玩懂的一个游戏，要玩懂的话费操作，今天猴哥也没来，可惜了，好，过顶。好，捏躲啊，再见，基本再见了啊，跟你说两批基本上要被带走，没有什么悬念啊，因为火舞不吃他这套，真的很难打火舞，你把它归为五强啊也不为过的，全是安全招啊。哎呦，刚说完就要再见了吗，兄弟？啊，反身捏板边，啊，被控制住身位和头顶。好了，现在正身位，起身。哎呀，四血！再见！哎呦喂，这黄鳝啊，什么鬼？哎呦，到。